你们今天是专门找过来？我们也是来这找过来吃的嘛。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嘛。吃货。你也是第一次来？对对对。哎呀，这边还没出摊啊，这边有一个卖钢丝小串是吧？烤羊肉串哈。来了。他来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来了？来了，应该是。哎呀，大叔出摊了，刚好八点钟差不多哈。哦，我一般就是这个点，一般都这个点。每天都出摊是吧？大家看看这人啊，要吃的话只能是通过手机上提前和你联系是吧？外的和西的，提前就预定下了，预定把钱付了，然后给人留着了。哦，等于说羊肉串全部订出去了。我没了，那绝对没了，羊肉串腰都没了，就剩这了。真的来了，真的吃不上啊，已经没了。只有两样，一个是羊肉串，一个是腰子。还有牛肉筋。牛肉筋，嗯，就三个品类。哦，三个品类。刚吃小串。小时候的味道。小时候味道。嗯，特别小。那这一串是怎么卖啊，大叔？你说一串2块，肉不大，但是分量足。分量足哈。对，绝对能比他那大串。你一块掂一掂就。行，好的好的。啊，羊肉串，钢丝小串啊。卖出去多少了？羊肉串已经订完了，全出去了。多少串？我看他们100，他50，那个50，200，差不多小300串肉都没了。300串羊肉串已经没了。嗯，你再做多了做不出来了，做不出来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哎呀，这个很有感觉。大叔怎么没想到开个店呢？没有，咱开不了店，咱就给我生活费就行了。开了店累人，不要为了钱把人累倒了。是是，而且成本也高，是吧？咱不要说成本，把人累坏了都。啊，对，是。钱是挣不完的，对，健康第一。对。搞餐饮。娱乐嘛。对，搞餐饮真的太累了，起早贪黑的，烟雾缭绕的。火工。火工。粗人干粗活嘛。看起来就比较细点。谢谢，我就5串。来，你拿个盘子。好，非常感谢。哎呀，慢点啊，我躲到一边去。哎呀，搞了五串，真是运气好啊。嗯，哇，好筋道啊！太香了啊！哇，不一样啊，这个料不一样。哼，就是这个肉好有弹性啊，一咬一弹的那种感觉。嗯，行。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啊，就是2毛，后来就是5毛，然后现在找到1块，再就是2块，然后3块啊，就慢慢涨上去。我这个是2块钱一串啊。这5串吃了个啥？就过了一下嘴瘾。嗯，再舔一下这个钢丝，好回味啊！最少2-3次。这边牛肉卷3.5块一串啊！刚才我吃的就是牛肉卷3.5块一串，不是羊肉串。我搞错了，羊串吗？哎呀，非常感谢！这边，哎呀，一个朋友给我一个羊肉串尝一下啊！腰子是怎么卖啊？4块，不点，看这腰子，咱这个你看，别的地方刷油了干啥都是腌制，你看我这，我现场现烤，从不腌制，对，它就本身的肉香味都激出来了，你要腌了以后，它那个肉那个味道和原味不一样。是，你俩一共吃了多少串？50串吧，50串还有吗？
还有腰子。